狂欢哦！各位粉丝，你们准备好了吗？那现在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和尖叫声来欢迎我们的国际品牌形象大使吴尊！掌声欢迎！欢迎吴尊！哇 ，Hello， 台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来，我先帮你拿个麦克风，我们先给媒体朋友拍一个照片。好，我们先10秒到15秒的时间，媒体朋友可以捕捉照片。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中间的媒体朋友。好，我们请吴尊看一下右方的媒体朋友，右方的媒体朋友。好，谢谢。来，左方，左边的媒体朋友。好，中间的媒体朋友。好，谢谢各位媒体朋友。来，右边。好，倒数5秒钟喽。好，谢谢媒体朋友们，谢谢。来，哇，真的好开心哦！吴尊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哇。好久没回来台湾了，然后这一次可以回来，非常开心。Hello， 台湾的朋友们，你们好。非常开心，就是在这4年可以成为文莱皇家航空的代言人，然后更开心的就是，现在文莱到台北有直飞了。没错，直飞的班机。其实我自己本身今天在这个场地办哦，非常有感触。因为怎么说呢，我自己本身在台湾出道，那我是被一个制作人发现的，那这个制作人呢，就是我来华纳微秀看电影的时候发现到我，然后那个是大概13、14年前。哇，但你一点也没有变，还是一样的帅气，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文莱飞台湾刚刚就是停止了这个服务，对，然后今天呢又开始了，有这个直航，所以对我来讲意义很大。对，没有错，吴尊他担任蔚来皇家航空的品牌形象代言人哦，也和蔚来皇家航空一起成长了，对不对？而蔚来皇家航空呢，也是为了推出更优质的服务呢，也一直在成长。今年5月呢，拥有了第一台的 A320 neo 客机，要提供大家个人的线上的娱乐系统，而今年11月的时候就拥有了第7台。甚至呢，我们的平均的机队的机龄呢是2年，所以是亚洲数一数二的年轻机队。那我们有请吴尊来再提醒大家，我们正式开航之后的班次有哪些？哦，我觉得文莱飞来台湾，现在就是文莱台北直航，星期一、星期四、星期五，对，就是一个星期三班嘛，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更有机会可以常常回来台北。没错，正式开航之后呢，吴尊有多一点的机会来回来看一下台湾的粉丝，非常的期待哦。然后我也在这，我觉得我从小就是做文航嘛，对，然后慢慢的这样子看到他们的进步，然后看到他们现在买了很多新的飞机，然后也得到了一些就是那种航空的那种奖项，所以其实都非常开心，就像是一家人。是，而且呢，蔚来皇家航空正式开航之后呢，也在蔚来提供了多个航点哦，有短程的航点沙巴、泗水、曼谷、新加坡，以及长程的航点伦敦、墨尔本和杜拜，非常的多元的航点可以提供台湾的旅客更细致的服务。那么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吴尊就是道道地地的蔚来人，所以吴尊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蔚来的最大特色是什么？蔚来最大的特色哦，我觉得蔚来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对，可是我觉得它那边的环境啊、空气啊，就是每天的那一种蓝天白云，然后就是日落的时候天空非常漂亮，对，就是起来的时候就会感觉心情很好，对。所以在繁忙的生活之中，然后醒来就呼吸清新的空气，看到清澈的蓝天，非常的舒压。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吴尊非常的喜欢健身哦，那对于想要挑战体能、喜欢刺激冒险的朋友，在蔚来有什么推荐的行程可以推荐给大家？喜欢刺激的哦，我觉得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他们其实蔚来它有很棒的热带雨林，对，然后我们有一个地方叫 Tamburo， 中文怎么说啊？啊？淡五郎？什么？淡五郎？淡五郎？对，淡五郎，对。那他那边有很棒的热带雨林，对，然后他也有一个桥，
那个桥就在这些热带雨林的上面，就是大概有14层楼高吧。哇！对，假如你想要挑战自己的话，你也可以走这条很长的桥。对，然后假如你凌晨去的时候，你是等于跟那个云融合在一起，对，一样高，然后俯瞰这些热带雨林的美景。对对 对。然后在那边你也可以有那一种划船啊，就是在热带雨林中间有河啊，你可以划船欣赏大自然。对，所以喜欢挑战体能刺激冒险的朋友可以到我们淡武廊国家公园去热带雨林冒险。那我们也知道吴尊非常的享受家庭生活，所以有没有推荐的行程是我们可以带着家人小孩然后一起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呢？家庭生活，我觉得像我们来也可以有去尝试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当地的文化。对，那我们有一些水屋村，就是这些房子都建立在水的上面的。对，然后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文莱真的当地的那一种很传统的他们的生活吧。对，然后也可以品尝到一些美食。所以是水上人家的生活，对不对？对对对对对，没错。这个水上人家的生活呢，在汶莱就是我们翻成甘邦雅邑，那它也是全球最大的水乡，有东方威尼斯之称哦，可以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比较静态然后比较深度的文化之旅，那吴尊会推荐我们什么景点呢？比较深度的文化之旅哦，哇，我觉得比如说我们的我们文莱的他们马来人的过年，对，就是他们的皇宫他们会开放，就是我们的国王他会就是有3天的行程，就是跟平民接触。所以你看到国王吗？你可以看到国王，你可以进到他的家里，然后跟他拜访，然后会可以跟他握手，然后他还会给你一些就是怎么说啊，伴手礼。哎，不是，不是叫伴手礼，叫礼品。对，礼品，对，来自王国的唯一独有的神秘。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然后你们也可以去文莱看一些文莱的清真寺，也蛮漂亮的，拍照很好看。因为文莱它是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哦，所以它的清真寺好像有杰米清真寺是24K纯金打造，对不对？哦，对对对，它的建筑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用黄金打造的那一个，它的最顶的那一个圆圆的，对对。对，是纯金打造的圆顶哦。对，所以几十年了，它都不会脱色。是的，非常非常的多元且丰富的行程哦，有热带雨林可以让我们去挑战体能、刺激冒险的行程，也有体验水上人家的生活，当然还有参观王宫以及参观清真寺的行程哦。谢谢，谢谢吴尊带来的精彩介绍，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呢，要邀请台下的贵宾，然后登台和我们吴尊一起微笑，同时也透过这样子珍贵的合影留念呢，来庆贺汶莱皇家航空在12月3号，就是明天正式开航，以后我们可以从台北直飞汶莱了。媒体年报，来再次谢谢吴尊，我们先稍事休息，我们来准备。可以吗？不好意思。我们直接就文莱飞台北，直接从文莱是10点14分飞到台北就是1点，大概1点钟，所以之后从这里3点飞回来。一个礼拜大概有3班，周一、周四。看得到吗？我知道就是1点。因为您是文莱大使，可以帮我们推荐一些比较特色的地方，让大家。文莱比较特色的地方哦，其实我觉得文莱它是很靠近大自然的一个城市，那有很棒的海边，然后我觉得夕阳非常漂亮，然后还有热带雨林吧，然后假如有一些人喜欢刺激一点的东西，他们可以去潜水。对，他们潜水，他们包含他们可以看到以前就是以前好像是第二世界大战的那种船，已经沉下去的船，然后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去攀岩啊，然后去划船啊。对，嗯，觉得我们的机队要重整，那我
地方就想要回来台北，所以需要一点点时间给我们筹备。那筹备了，我们就开始飞台北。那如果台北的航程受大的欢迎的话，明年我们会看能不能够加班。你这边有直飞的吗？会不会之后想说会常来台湾见本？对啊对啊，我其实我这一次回来，我的行程都排得非常满，因为我已经有两年没回来了。对，所以我昨天晚上到的时候，晚上我去找一些之前常常打篮球的朋友，然后去打球，然后今天呢也有跟粉丝就是一起做一个粉丝见面会，然后现在又有活动，所以我觉得我之后会真的会更常回来。然后我觉得这一次的直飞不但让文莱人就是不但可以把台湾的人带到文莱，让他们去了解我们的文莱这个地方，我觉得也可以让我们文莱的朋友来到台湾，然后去了解我们台湾的文化啊、美食啊。所以我觉得这对两个地方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对，这次有机会那个女儿会跟小凤子见面？会啊，她这次倒是想来啊。对，像昨天我也有跟刘根红见面。然后可惜小帕普不在，可是奈奈他很想一直很想来台湾，然后找小帕普他们玩，所以我可能很快就会带他们来了。对，嗯，像是很久没有在出现综艺节目上，有没有想过会再带哪个宝贝上综艺节目？我现在正在拍一个综艺节目，那这个综艺节目是带我的爸爸上节目。对，所以我觉得跟带我自己的小朋友是感觉是非常像的，因为都是可以跟家人在一起工作，然后也是一个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的一件事情，然后也是一个我觉得很阳光很正能量的一个节目，所以希望到时候在台湾也可以上这边的电视台。大家有很吃惊那个爸爸好像太过年轻了，是不是？什么东西？太过年轻了，爸爸。我爸爸太过年轻？不会，我爸爸已经七十几岁了。对，保养很好。他还好，他很喜欢运动，然后他很喜欢健身，然后我觉得其实文莱可能就是生活比较步调比较慢，比较轻松，大家压力比较没那么大，所以可能在保养这一块会比较有帮助吧。对，嗯。像吴尊就是最近这么久没来台湾，嗯，那不知道有没有关心到亚伦最近的新闻？其实我们都有联络啊，对，跟他都有联络，简讯都有联络，只是说像这次回来他不在台北，所以没办法碰面。对啊，那有没有安抚他的心情吗？就是跟他刚接2.38其实还好啦。其实我跟亚伦简讯给他的时候，其实他都很 OK 啊。对，我觉得他因为也有在发片嘛，然后也专心在工作上，所以我觉得他就专心自己的工作，我觉得就最好。对，那像就是现在有新闻，就是说林宥嘉的那个《浪费》是写给他跟大东的。那当初在团体的时候有发现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情愫吗？没有吧，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多想了。我觉得林宥嘉，你问林宥嘉看，肯定不是写给他们两个。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可能随便乱想的。所以刚听到这个新闻是觉得很荒谬。很什么？很荒谬。很荒谬。其实我每一次看这种新闻，其实新闻也是大家写的，那我觉得还是要听本人自己去讲。对，那我自己本身跟亚伦跟我们飞轮海这几个成员一路以来，我们都是不会去多问这些八卦的事情。像我之前我有老婆，他们也不会去问我，哎，我说你是不是有老婆啦、什么啊，你是不是有女朋友啊，是不是有小孩啊。其实我们不会这样子，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很认真去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好，谢谢梅朋友，谢谢。那我们请梅朋友，我们先拍一个第一个画面，吴尊和我们的主持飞板。好，那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画面喽，就是我们要邀请吴尊来帮我们拿一下，来捕捉完整的画面，来看一下中间的媒体朋友，中间的媒体朋友。好，右边的媒体朋友。哎，右边的媒体朋友，好，那换左边了。左边的媒体朋友，来，我们。